首幅姻缘小物通通备好，爪咪要陪周思齐走完最后一站，但挥别二十年酒厂，粉丝难免感伤。应该会，等下会爆哭一波，已经准备好卫生纸了。征战这么多年，有点伤病了，我觉得他应该迈向其他的旅程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算是一个蛮好的 ending。不管是不是兄弟的，应该都蛮喜欢他这个球员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跨队伍、跨时代的一个，就是很棒的选手。42岁的周思齐最后一战扛先发第一棒，指定打击会打满全场，可售38,500张票全部都完售。另外练习时脚上的是学弟送的鞋，有中指有 Cobras， 意义非凡。而周董也预告绝对泪洒球场。我就是来哭的嘛，幸福爆棚了，就是很开心的那种高的难过，打出一支漂亮的安打之类的，对，就往好的方面想，对。我是这样想啊，对，然后，下来跟大家挥挥手说再见嘛。周思齐从陈泰、米迪亚、暴龙到兄弟象、中信兄弟，一共20年时间。2012年拿下 MVP， 2013年经典赛棒打田中将大，更是中职第9位千安百轰。但真的到了说再见的时候，不留遗憾。有谁可以让五月天当背景的？应该史上应该就我一个吧。退休后除了写书，第一件事先养伤。我太多伤了，对啊，可能要去做一些治疗之类的，不然我以后可能连路都没办法走了。季后赛许愿要当可以好好chill一下的学长，更透露自己报名2025年世壮运，跟球迷约好在其他地方再见面，像魂不灭。TVBS 新闻亮南家庭台北从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